什么？董小珊珊不是不在吗？我们偷偷的策划一下。拼完一波是吧？对啊，狗找一哥下那种上海人均四五千、五六千。去吃个鳄鱼。太弱了，他就没有什么几十万一位的，他都看不起。真的，哪有这种餐厅啊？搜一下，搜一下。董伟3年前说了一句话："我吃饭不要钱，懂？"为什么呀？太有钱了，他等于不要钱。我靠！没人提法是吗？我就提法是吧。哇，这社科课开的是究极小号吧？怎么才主教吧？哦，他被我们昨天已经吸干了。什么？这么多女老师？哦，来不及换了，操！算了算了，就这个。我昨天被我吸了2盘，忘了。我楼哥到处吃饭。我比赛送了分，他们都说比赛是吸分的，所以我开大号去。这个草莓小恶魔分怎么这么低啊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操！死人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保底意义太低了吧？还比我高，还比我小号高。哇，二星修补匠。我的箭袋和弓都准备好了。我受不了了，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说话？表现可以啊，皇后2023米。没有看弹幕吧？什么？我没看弹幕，他怎么看什么？这句话我有点说不出口，太恶心了。你说。我一般飘过头。可以让他再说一遍。哦，别了别了。哇。你可以让他再凶一点。完了，我中计了，我还中。两个水晶侍女是什么意思啊？快买啊！买了无敌了呀！千万不要拿。终极陷阱感觉。来了之后，你的小队回来那不是包块？你他妈在说什么屁话？终极陷阱。那你买了，你小黑回来不是包块？别人的小黑被动只能加20攻速，你小黑不加200。观众叫玩恶魔流，他妈想害死我！操！你见谁玩过恶魔流？恶魔流谁玩？刁民！我寻思是第三波的野怪，这头盔不被你射下来。太好笑了！哇，我打不过野怪。随便来个吸血面具好不好？哎，怎么什么都不爆？哎，我操！他妈我野怪都打不过。这发片给的也太杂了吧，这我不没了吗？现在是打靶时间。这冲呀。那么我买什么你也买什么？怎么又撞了吗？哎，怎么又撞了？兄弟大哥，我二星小黑，你一星小黑，凭什么跟我撞？碰瓷是吗？为什么你每次都是二星啊？对呀，为什么你每次一星还要跟我碰一下瓷？怎么回事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个怪可以用。我被他修补匠1打3。快换吧你！精灵到底了。看，我已经两个骑士了。没事，这盘我绝对不玩，这绝对不玩骑士，太狠了骑士。这盘我精灵猎户的精灵刺，碰到明泽了。哇，明泽怎么5人口这么狠？没兵买啊。没了，被4-0，一个都打不死。哇，跳起来躲了我一箭。
屌丝还是强，有东西的屌丝。这必须的，屌丝还是可以，不愧是我受不了了，我每次跟董伟玩，我十回合之前一个二星都回不出来，这桌子有毒吧？我也没有啊，我现在全一星，没发现吗？我五个一。看到吗？五个亿，真的五个亿。有人比我惨吗？谁不是五个亿呀？我场上还有四个亿星，我一共九个亿。我试验三精灵三裂小体式，还可以的。这下场又想玩神法吗？六回合炼金术士。换掉这个，哎，打不过楼哥。我就一直前期嘛，后面就很弱智。别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我记得以前哦，你跟物主以前，物主也是前期包猛，前期永远领跑，中期莫名其妙就死掉了。对呀、啊。全场只有我和你都是一星吧，我排到明哥了，明哥也是全一星啊，哇，明哥把连败给抓了。行，不对，明哥有点厉害的，我打不过明哥。我这么弟弟，我打不过你，我连败保住了。终结于我手。把金铃先拆了。校长一直都没来我们玩玩，校长不在我玩的。他不去啊，他不来啊。他都不认识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那次我也是，你要我来，我也不想来。没关系，因为下次我们朋友的朋友其实并不是我的朋友。下次我们可以隔空，就你在你这边吹鸡，我们抠字骂人，抠字互喷。但是还是可以一起玩的，你看我跟你们一起玩，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一直可以赢。好这倒数第二也是一直赢吧？哎。我现在第一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二十回合之后你肯定在明泽那个位置，好吧？好多点的。你看我现在不要，你看我现在不要太猛哦。我已经四骑士了，还差一个啥骑士啊？还有龙骑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我差个龙骑，还差一个什么？我五骑士，不对，我四骑士啊。我怕我这个会赢。哦，他乐器。我不会赢了吧？我想连败，应该没有人打不过我吧？吸星狂乱，卡我一个乐器，诅咒你。两星剑士应该败了。没有乐器。算上野怪，我已经七连败了。哎，我不赢了吧？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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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哇！我他妈心态爆炸了，这真的爆炸了！我他妈第九回合连败断掉了，野怪奖励没了！你怎么可以这么直啊，菜？皇后前两百，皇后前三百，这直拍也太菜了吧！我操！你怎么可以菜成这逼啊？我六回硬都打不过。不知道。哎，我看到个船长，要不要拿呢？不是，我寻思着我这也很弱啊，六比一都能赢。谢谢在巴黎塔送的一个超可爱。那不得狠狠的寻思。太可恶了！
早知道打假菜了。你这个也弱吗？我当时敌法是一星，三零零三裂两亡灵，我当时全一星啊，六个一。出点货呀！你看我打石头你都这么吃，你看到吗？我被石头拿下了。没啊，打得过啊，弓形要拉了。我拉一剑就你打死了。可以，打死就好。出了一条闪避，嗯，很关键。天哪，为什么这么个畜生？我真的是醉了，精致被你搞崩了。哇，这兄弟阎王骑士啊，我跟草莓小恶魔哇，屌成这盘吃鸡了，四兽人，贼强。这版本四兽人加强了。屌成吃鸡，我吃马桶。屌成这盘真吃鸡。这你肯定这样吃了，我觉得这老，我真的觉得屌成吃鸡。马桶。作为虎牙骑士，我十一回合就可以感觉知道谁是虎牙骑士。猴哥现在头都晕了，六级29块100血，咋回事？别人就要吃鸡？哎呦，不是不是，我打不过。哎呦，我被蛇咬住了，8血。哎，乐器来了，嗯，很关键这个乐器。我这么多巨魔战甲，我操！我这一刷两个乐器，一个精灵龙。罗哥，你二星怪能再多一点吗？这是什么某种太马吗？我也不想啊，他就出来了。谁寒酸？我要把明泽连打，明泽对不起，四兽人被我轻松拿下，我去世了，我也去世了，饿啊，哇，屌成直接升级了，好顺啊，屌成！这样顺，我两连败，然后赢一场，又两连败，又赢一场。那你还升级啊？我锁血，十三，我保血，我一定要升级啊！啊，不是，也不是一定，看情况。像我这种就不能升，我升级有啥用？我就没升。血量要钱，我就多上一个电子，没上也要钱。来个弱一点的，我不想。打不过人就靠人多。啊，虎牙是心狂乱来了吗？要嘴臭一点。必须一定要输。我这回合肯定不抢吃，我要看情况抢吃的。我很多时候都抢吃，但这盘没有抢。其实我觉得抢吃收益很高的，非常高。因为你升级紫卡来的也多。对，而且打狼也方便，打狼也安全，然后还能保血。那你早上晚上都得升。主要17回合升再升级感觉有点慢，17回合升级有点太慢了。那我也升了，跟随大流。我觉得我也得升，因为我现在控制上了。收东西，把狼人卖了。哎，明泽，你现在最高打到过皇后多少名啊？2000多名吧。我打到皇后1000名就没打了，因为小黑和的皇后都太低了，5000多名，跟他们打不加分。你可以直接去那个群里面啊。什么群啊？就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皇后爱群。虎牙失心狂乱，被我打12连先。强啊，楼哥！打一胜，楼哥还是厉害。好惨呐、啊！楼
楼哥厉害一点，今天两天了。友情提示，你先不要吹起来。友情提示，十七回合，不，十五回合。打狼了。一般是多少回合直接升七啊？十三回合或者十七回合。一个堡垒你还要问这种问题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靠运气上的堡垒。别别，楼哥签世了，楼哥过签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不要，我故意不买的。哎，买着买着吧，买着。其实我真是不想要的，银石弓给他升上去有点浪费，亏钱，亏五块呢。我操！我有一个疑问，如果骑士龙骑来了刷星球给谁啊？没人给的，龙骑骑士刷星球没人给的，除非你自己挂个米迪上去。 OK， 懂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快来刷星球了，我有预感。说你可以给全人，效果也就那样。对啊，赶紧给全人，他不如给美杜莎，给美杜莎应该是更好。最适合刷英雄的就是乔治跟美杜莎，我感觉我战斗力很高啊，观众们，看上去一堆杂毛，其实还挺厉害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小男被我带走了，好惨啊！我好厉害啊！今天打完肯定下脚把你拉黑了。龙骑来了。哎，你跟下脚认识多少年了，龙哥？嗯，五年吧，四五年吧。很多年了，是吧？挺谈挺久了。但我跟他熟起来其实是就两三年的事情。我跟他也做了两年网友，就一起打游戏。嗯、我们不也算网友吗？我们见过面吗？我见过你吗？但我们很早的时候。不就一起线下活动什么的吗？不就见面了吗？但我跟校长，我以前都没怎么见过他，我们就一起，就天天一起玩。完了，我要被打爆了，绍兴追 UI。哇，你这猎人也太多了吧，兄弟！你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白虎？我只想要一张白虎，你不给我。我是他一直给我。我又去虎牙事情搞乱家了。又被我扔了！我操，有魔鬼！我打不过名字，我打不过校长。有魔鬼把我连胜断了。表现怎么不行？八人口被选入。我这个两星亚伯顿要合吗？观众们，合上去的话就很贵啊。合了吧，合了吧。但是会很亏，非常亏钱，非常非常亏钱。哎，三星精灵龙正在待命，是不是没什么用啊？止血止血，就当花钱买血了。我就当花钱买血，亏四块。我觉得我需要牌子龙骑。不要啊，我已经有龙骑了，也别卡了，我已经来了，卡也没用了，兄弟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哎，我放着吧。不要啊，兄弟，二星龙骑正在等我。六力，我想你不要让他和他的家人走散。哇！不想打六力，卖了吧。我跟你二星怪能再多一点吗？要打王灵烈吗？我手个二星怪很艰难的。我觉得有点太死脑筋了，其实我应该去尝试一下六烈的，我还没怎么尝试过六烈。哎，屌声，你觉得六烈厉害吗？大便。你觉得六烈是大便？六烈还有人玩的吗？其实我也觉得是大便，所以为什么去玩？
六列他要前排没前排，要昆子没昆子，就一个美杜莎，美杜莎猎人不带三战玩不了，锁住了，控制也没有。六列美杜莎升不到二就基本没人，这潮汐就更不用去想了。我操！我被校长吊打了，这元素太恶心了吧！疯狂石化我，元素法。你这么独家骑士啊？草莓小恶魔好像是骑士。楼哥第一名，这么猛。五六七。我需要点回蓝光。八字开抽了，兄弟们！我现在没上美杜莎，是因为没有回蓝装的美杜莎上去没用啊。哎，我来了个 B 金工程师，拿一个。小黑不能下，两万零现在还得用。然后也说先给他看。蛇发明。魔法终结于我。哎，我把这个给 B 金工程师。你好，不要。厉害。哎，我是不是不需要地基工程师啊？但我想卡一下，卡住。龙哥下次忒奇怪，看到厉害的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先买了再说。卡住。他现在不卡我的钱啊，我就卡。龙哥简直是毒流型玩家，我操！你这下次思路真的很可怕，我觉得，真的很可怕。那我不是，我主要是我现在很有钱，我要是没钱我就不卡了，我有钱我才卡的呀。打得过法师可以，哇，差一点点。哇，这毒龙终于来了，不容易。我要不要开六精灵啊？先不急着开。宙斯，断历史了，直接接抽吧。我小黑亚不能都要卖的，我是六精灵三六零，我不要亡灵，不要小黑，我也卖。临时共享。哇操！明哲怎么这么厉害？明哲倒数第二名，我操！被明哲暴走，这啊，明哲要去世了，明哲，你被我暴揍吗？哇，你真的被我暴揍？他好多血，哇，你为什么可以被我入这么多？你被我入六个，我被你入五个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应该互相守住才对的，为什么要互相伤害的？我好惨，我也好惨，这能莫名其妙掉那么多血。你的葬身之地常常怀疑，哎，这是他五精灵。哦，我要被龙小炸入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好像还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少了个精灵？哦，校长被我带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抗顺头呢。现在还抱了个东西给我，好开心，好感动。那就好。哎，以我虎牙骑士的眼光来看，这把屌神应该吃鸡了。是的，屌神吃鸡了没？直接把他奶死。魔法终结于我。屌神挂了吗？现在是打靶时间。我觉得我们马上要吃鸡了。我也觉得屌神要吃鸡了。我想不到这个。哎，谁三星 CK 啊？那个草莓小恶魔。好狠，连败加二，我要吃鸡了。我连败加三，我操！我连败加三给他断了。哎，我连败加三断了，有点可惜啊，打野怪的时候断了。赢也行，挺好，吃血，凑三十，凑整数也挺好。炸弹人，我也有炸弹人。打野怪了。想想，什么东西？下回再去找的路远。这把怎么我一个船长都没看到啊？我忙着拆两王了，场上一个都没有。我现在拆两王灵会断三猎人，这上米杜莎我得去找，我得去开九人口。哇，狂战斧！啊，你都狂战斧了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么猛的吧，罗哥？来了。混沌我给谁啊？给混沌啊。混沌一星。混沌上去的呀。抽提示坏了。漩涡。我出好多众神之王，想想，母杀吧，六个蓝装给他攻击装，到底看到？虎牙是心狂乱猛吗？让我被击，挺猛的，把我打了，我被从天上打下来了，三星混沌都被我打死了，我这么猛的吗？天哪，三星魂都没有打死。哎，明哥走了。哎，装备来了，我回来。哎呀，没有回来装。操，对，对不起，误会，没打过。这不你可以九级五十块啊。我之前连胜了。现在是打靶时间。我楼哥就是这么屌。你烦了。难受啊，你跳出来了，可以。一星每次要石化不到后排，哇，这挺乱射的。这杜牧现在那么蠢吧，那给我杜牧个乐器技能也不会，他现在会乱，会乱放的。屌神你怎么不行啊，屌神，我在隔壁，屌神我也快不行了，屌神没事，你不能往这边被我一波打死。哦，讲逼话小心点好吧，他妈你这样讲是吧，我多抽点东西啊，你给我当心点。我给你抽个三星大陆出来。我觉得打你也就打个八比。
哦，来，我等你，我的弓箭刺穿狂风，不在话下。假设你就不怕我抽棵大树出来吗？哇，你又被是来个四星好了。好，电子复活。来啊，屌神，失心狂乱，一波打我十六血，来来，漂亮姐，我看看你有多厉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有点猛的，良心弩的，完了，三星剑神，我炸了，我要死了。哇！轮死！好他妈猛啊！屌神，我操屌神！怎么感觉？哎，怎么感觉打不过我？啊，喜欢中大敌，皇后前两百，前三百。喜欢装大逼啊！咋回事啊？等会你自己家要没了。什么？我自己家没了？我家很安全啊。我猛的一逼，好吧？哦，对。哦、看错人了吧？我自己家没了。还有你这么个逼，我自己家没了。我操，猛的一逼。吓吓你吗？吓吓我。OK。你真是把大伙都给逗笑了呢，楼哥。楼哥，我这盘要吃了，好吧？我给我这盘再来个大树，我真的要吃鸡了，来个迪法师。行。来两个美杜莎，真吃鸡了。我现在需要美杜莎。小仙，你别拍我，你拍我一波死掉了。你三点血守不住了。我拿了加盾级，你应该打不过我。啊，好，我又打不过你。我操，我这个打不过，三千盾太猛了，猛不猛？三千盾太猛。我还带谜团的，我操！快死！我要失心狂乱，好像有点猛哎。哇，我死了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死不掉。还有大概五点血，哎，刚好五点血，精准计算。哦，屌神，你要没了，屌神你没了！哇，死了！哦，没了。哎，装备过来了，哎，屌神送我个吸血面具，屌神可以啊，谢谢啊，屌神，可以。好兄弟。好兄弟，给你屌神。哎，我要是有个三星大狙，打不过我的。我把美杜莎都卖了给你吧。打野了。哎呦，又来十八女妖了！我刚卖了两个，又来一个，什么意思啊？一直来，不想要。打野了。我不需要。要不这几个风行卖了，就去找白虎、找迪法、找大树吧，没的都没用了，没这个命了。哎，我不会被灵异兽打死吧？别叫，还好，打得过灵异兽。哇，我爆三个命锤。好，我这三个灵异兽爆了三个命锤。好狠的楼哥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楼哥要吃鸡了，你挨灭了。嗯，看到了。我又来两个蛇发女妖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你卖掉，快楼哥，你快卖掉，我去刷了。我卖掉了呀。好，大哥，我卖掉了。我不想要啊，我要这个干嘛？我想要个两星美杜莎，两星美杜莎就能索取。我太多美杜莎了。又是这个三星混沌，我操！老子这盘三星大柱，这波三星大柱应该打不过我了。这大柱变得能扛了。哎，树还没倒。Nice 啊，顺堂骗了个谜团大，应该赢了。哦。哦，没了！是他大爷，怎么总是排他？我打楼哥他妈8-0，楼哥你是不是暴躁？我现在说，我这很垃圾啊，我没有二星。我这走位也太差了吧！他妈，我暴躁楼哥，然后。